又是不及格，这次我要模仿林天明。不能，你不能这样的，你这是在骗人呀！不管闲事，你要是敢跟东门一说，小心我揍扁你！王捕头、大爷，你们俩这次考试试卷呢？东门姨，这是我的试卷。嗯，还算发挥稳定，不错。东门姨，王老师说这次我考得特别好，进步特别大，把我的试卷拿去做模范试卷了。真的吗，蘑菇头？这次就把奖励给蘑菇头吧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手账本，冬梅姨。其实蘑菇头这次什么政策？这次奖励归我了。你不是一直吹牛说你手账画得好吗？可怜啊可怜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看来你真的进步了，居然会用成语了。大家再努力也赶不上我，并且之前的手账比赛我都有点失误，再比一场我肯定比大家厉害，这次胜利者肯定是我。画上两根艺术的线条，再贴上几个最新款的贴纸，最后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，完美。这是蘑菇头说谎才赢得的奖品，我不能让他得逞。首先做个小小的立体画，然后挑选自己喜欢的贴纸。哎，对了，星图达人节已开幕，点击左下角预约官方直播，官方揭秘内容创作与营销秘籍，等你来看。最后画上线条，贴上之前自己挑选的贴纸就好了。大功告成啦！冬梅姨，你看我做的明显比大家做的好看。这次蘑菇头表现其实还不错，要不就算蘑菇头赢好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！